我保证大家安全。前面那位没事，过去，起来，给我站起来。我们来这里是要求获得应有的赔偿，安抚遇难的家属。你们就是来抢劫的。你不是说不会伤人吗？你叫他给我三个亿，我不就和平了？我只是一个有良知，把他们全都赶进房间。只是一个遵纪守法的普通人，根本就是在撒谎。现在跟杀人犯有什么区别？所有警察撤走！否则我就杀死他！是这个世界把我赶上绝路。